快十一点半了，咱们出去觅食吧。超市姐弟回来了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有意思的。姐，你该不会要整我吧？那就得看你的运气好不好。有 iPad 的转盘来决定我们吃的食物的味道，一共酸甜苦辣四种口味。那还说什么？赶紧开始吧。第一轮，我给你准备是你最爱吃的卫龙亲嘴烧。我馋这个好几天了，赶紧来看一下你的幸运味道是什么。点。甜，这亲嘴烧可是辣的呀！嘿嘿，让我来帮你一把，放你一包红糖哦。上锅，加入老红糖，再来一点点 water， 开火熬一熬，直到熬成这种浓浓的汤汁。打开两袋亲嘴烧，来个精致摆盘，淋上浓浓的红糖汁。噔噔，准备好啦！我去，你淋的这是什么呀？是屎吗？笨蛋，这是红糖浆。啊，红糖浆，我觉得它能拔丝哎。那我就勉为其难尝一下吧。除了这红糖有一点粘牙齿之外，真的超好吃，甜的搭配上辣的，味道简直帅绝了。那可不，我是五星级的大厨哦。牛啊，牙齿都被粘成黑色的了，不过还算是解锁了一种新的吃法。第二轮，我给你准备是草莓加桑葚的风味发酵乳，据说里面有超多的果粒哦。那就来看一下我的运气怎么样吧。啊，家里好像没有辣椒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加了呀？那当然不是啦，家里没有辣椒，还有芥末啊。哎，给你少来一点，防止你吃不下，浪费食物。为了防止你作弊，让我来帮你搅拌一下。芥末已经完全融进去了，快吃吧。我去，你也太狠了吧！好想得啊！这感觉应该很酸爽吧？我还有一盒，一滴都不许浪费，快喝！吃几罐以后，我感觉还好啊。太恶心了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没想到酸奶加芥末味道还不错。哎，全部喝完了，龟龟。哇，真的喝完了，太重口了。可不能浪费粮食哦。第三轮，我给你准备的是麻辣小卷饼，闻起来好香啊！这卷饼看起来真的超有食欲，看我无敌金手指。这不简单吗？一个柠檬就搞定了呀！我切，看我徒手给你榨汁。你洗手了吗？我刚上完厕所，忘洗手啦。没办法，只能吃了。好吃，酸酸辣辣的，味道特别好。真的吗？我也来尝一口。没想到加上柠檬汁以后，反而更好吃了。简直太难吃了。第四轮。这是你最喜欢的香辣牛肉面。苦啊，我的小面面，早就已准备好苦瓜了。喂，切，喂，苦瓜下锅。 OK， 加入小圆饼，别忘了还有调料哦。上 water， 煮好啦，出锅啦，正式请上路吧。来一口。好吃。难道你不觉得苦吗？没有苦味。不会啊，我加了这么多的苦瓜。好苦啊。哈哈，被我骗了吧，我就喜欢吃这种苦味的。太恶心了你。吃完啦，吃的真饱，苦瓜超级的养生。对不对，你也来一点。我才不吃呢。